其实白天就没什么人，晚上更是万无一失。你知道吗？在这种灯光下，你特别好看。白天就不好看了？好看，命中命。知道吗？我特别特别想你，每一秒都想见到你。 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儿加练，当自己是猫头鹰啊？啊，绿冰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在这干嘛呢？我真在这锻炼，我这腰酸背痛啊！看着我眼睛，器材室丢了两个贵重器材，是不是你干的？马经理，要不我调监控视频看看？好，等会儿。 李宇冰是在等我。李宇冰在等张月薇。对不起啊，教练经理，我约他来这儿的。大晚上的，你们约在这儿干什么？ 你大晚上约我在这儿干嘛？我们要做个了结。了结？嗯。对，绿冰，我约你来这儿，就是想告诉你。 我不喜欢你，咱们俩就是同学、好哥们儿、好队友，我对你从来都没有其他的感情。我不希望破坏掉咱们之前的友情，所以，请你今后也一直把我当成好朋友。 永远也不要改变。哦，知道了。李宇冰，你喜欢张月薇？啊，是。但是他不喜欢我。我就说最近怎么感觉你不太对劲儿啊？我是不是火眼金睛啊？火眼金睛啊！马经理，在二号器材室找到了那两台器材。 盘点的时候给遗漏了，遗漏了啊！你搞什么鬼呀你？搞得我们兴师动众的。你呀，数学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呀？你看着我干嘛？我高中数学很厉害，我前三名。
他们年轻人的事儿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张维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好了，完全好了。吕冰，什么时候开窍了？刚刚。管好你的队员，把心思放在训练上。没生活怎么训练啊？你当年心思放训练，哎，这又翻脸了，这。 你呀，注意影响。呀，威哥，你可以啊，影后啊，临场发挥行。我刚刚说谎了。没事儿，形势所迫嘛。你说的没毛病，好朋友，哼。行了，看把你嘚瑟的。 吓我一跳！你怎么跑出来的？我刚差点被当贼抓起来，还好威哥救我。他怎么救的你啊？他骗马经理还有楚教练说，说约我出来要做个了断。他说他不喜欢我，让我放弃。是这也行？马经理他们信了？信了，威哥眼老好了，我跟你讲。他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？我总觉得他最近看我眼神怪怪的。没有吧？ 按理来说，知道咱俩谈恋爱的应该只有廖振宇才对。廖振宇都知道，我就不知道。错了，关门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惩罚我吧。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少来！你看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磕头。你晚上这么晚回来，你手机又打不通，我担心你的安全。我大半夜跑出去找你，我灵魂都快被冻出窍了。你居然铁了心的要瞒我。错了，你说怎么罚我才能解气？都是我考虑不周到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你想打小曼，只要你能解气都可以。 我再怎么不喜欢李宇冰，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呀。你怎么想的？你是觉得我不会帮你保守秘密吗？不是，你把我当朋友了。不是，我真的错了。刑具已备好，太狠了吧你！我也是被瞒人之一，我有表达自己愤怒的方式。